烫平法语假声版抹鱼，你见过吗？啊！你想一夜暴富吗？你想开上豪车吗？你想住上豪宅吗？这小子一大早起来在这说啥呢？还我想暴富吗？我当然想，不想。哎呀呀！谁知道这家伙又想怎么坑我呢？嗯。上班摸鱼的正确姿势：一，把门关紧锁好，独立办公室就是好，不用被老板时时刻刻盯着。电脑打开，人往后躺，只要门锁好，老板就不知道我在里面养鱼。你赶紧给我玩，不然我半夜轰炸你。啊，你们瞅瞅这家伙这么歹毒啊，我不玩呢还半夜轰炸我。得了，咱还是玩吧。那在游戏开始前呢，小伙伴们别忘了老规矩哦，天天更新，天天赞，只要这个习惯不改变，浪哥就会爆更不断。哦，我叫小浪，他叫绿毛。啊，我是员工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也是我的衣食父母。嗯，但是老板不在的时候，那我不得摸摸鱼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啥没啥。这不一大早就让我去开会，哼，这才几点，开什么？四个漂亮小改改，嘿，我最爱开会了。老板，我来了。臭不要脸！好的，开完会呢，游戏也就开始了。走，赶紧找个办公室去。哦，哟呵，这不是新来的漂亮小改改吗？哎，你好，我叫滚。切，滚就滚。哎，我给你把门打开，看你怎么摸鱼。你可不能怪我啊，谁让你说我的。咱呢就在他隔壁，我要看他摸鱼被抓。来吧，打开电脑，往后一躺，我的摸鱼生活也要开始喽。哎，老板过来抓他了。哎，不是，我隔壁的小改改他也在摸鱼，门都开着呢，你不去找他，你找我干嘛？给我开门。不开不开，我才不开呢，被抓到公司都没了。老板，请你喝可乐。我超勇的，好不好？超会喝的是吧？来，给我喝。啊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哎，不是，咋走了？是看我工作太辛苦啦？你完了。嘿，你个周扒皮，我倒看看我怎么玩。趁老板回血的这段时间，咱们升级一下设施。哦，我来。哎呦喂，你这就瞅准我了是吧？刚从我这走，你又来。没事，我继续请你吃吃喝喝。哎，反正我就是在里面不工作。哎，对的。老板，我说你这也不行啊，跟你说了半天话，我都渴了。来，建个饮水机，哎，也就是增加闪电的啊。哦。老板可算是走了，趁现在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们在办公室弄个鱼缸玩玩，不止陶冶情操哦，还能给咱们赚金币。哎，看，我对面的小改改被老板抓到了，哼，上班时间摸鱼被开除了吧？你呢？我这不是摸鱼，我这是寻找灵感，做设计嘛。嘿嘿，既然你走了，那你这些东西，哎，就让我给你保管吧。最起码呢，留下点念想不是？哎呀呀！等等，宝石是啥？心灵宝石、时间宝石、力量宝石。好家伙，这不是灭霸的宝石吗？那我得赶紧都买一个。反正啊，咱现在有钱儿，再来个招财猫，只要咱们的炮台攻击老板，就可以给咱们加钱。哦，那么现在就等着老板来找我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老板来了，你们看，咱这炮台赚钱速度真是哗哗哗的往上涨啊！哎，不是，我的同事们啥时候都被开除了，就剩我自个儿啦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客气了，升级炮台，老板。快快投降吧！Nice 呀，摸鱼之王，非我小浪莫属啊！好啦，小伙伴们，这间的躺平游戏加上班摸鱼的躺平摸鱼啦，是不是还是非常新奇的呢？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新奇的躺平游戏呢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浪哥我哦。最后呢，别忘了给浪哥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